关于创建 TCP 服务器的过程呢，我就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将我们用到的基本知识点，也罗列了一下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去学网络，而只是利用网络去学习一下Linux 多线程是如何使用的，所以对于 TCP 服务器呢，我就把大体的流程给大家写出来了，大家按照课件上的那个操作过程去操作，一定可以成功的创建一个 TCP 服务器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写一个程序，把服务器给创建起来。这里边我讲创建服务器的步骤给大家列出来了。那么第一步呢，我首先要几个变量，最起码有 IP 地址对吧，是我 IP remote IP， 然后呢我需要有个长度，因为这几个函数呢涉及到了 IP 地址的长度了嘛，有 server length， 然后再来个 remote length，再来个变量，判断错误码的，如果失败了会怎么样？然后呢 ，SD 什么 socket 返回 ，socket 它是一个文件描述符嘛，是个整数 ，SD 等于 socket， 它有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通信域，我们选 IPv4 的 ，IFInet， 这是 IPv4， 第二个是类型，我们是 TCP， 它是一个字节流。Stream， 第三个是为它匹配协议，通过 IPv4 还有字节流为它匹配一个协议，那么0呢就是默认的协议，默认是一个 TCP， 然后我需要做一下判断，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函数出了错，那我们这个程序都没有意思了，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下判断，再打印一句话提示一下 create socket failed，然后打一下 error number， 方便我们去调试。error number is %d。error number， 如果失败了，直接返回，没有任何意思，那就第二步去 byte 的一个 IP 地址和端口。在 byte 的之前，首先你要对 IP 地址做一下绑定，是我 IP。它有几个成员变量，第一个是 SM family。就是指定它的协议组，我们 IFInet IPv4 的，因为 socket 就创造的是 IPv4 类型的。第二个是它的端口，是我 IP 点 port 加下划线，端口我们选一个5678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构体，有一个 SN port 对吧？ Family 协议组 port 是端口，那么端口我们选的是自己弄一个5678比较好记，5678在 IP 地址设置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个字节序的转换，要把它从主机序转换成网络序，主机 host， 然后 to 网络序 ns， 因为它是5678是一个onsite short 类型的，就 ns。接下来是我们的正宗的 IP 地址，看一下，SN address， 然后它又是个结构体，点 SN address， 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下，是我 IP 点 SN 杠 address， 点它也是个结构体嘛 ，SN address 等于，我们呢需要获取一个主机的地址，首先肯定是要字节序转换的，把主机地址转换成一个网络地址 ，HTML。那么主机地址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呢我就不去获取我自己的地址了，因为我的地址跟你的地址可能不一样，这里边有一个红 in address any， 这个红它是零，如果你设置成零的话，系统会自动帮你匹配你的主机 IP 地址的，所以呢我用这个使程序呢具有更加的可一致性，增强它的可一致性啊，主机地址就没必要特意的去获取了，把这设成一个这个红，它会自动帮你设置你的主机地址，它会读取网卡。接下来我们就是一个 byte 了，我还缺少一个操作，这个 show IP 它有四个成员变量，最后一个是要设置成零的 sin0， 我们有 memset， 然后是 server
IP 点儿，看一下 SN 和钻石吧 ，SN 啊 zero zero， 看看写对了没？写对了，然后把它设成零，它是八个字节这么大。接下来就是绑定了 ，bind 将 socket 和你的 IP 地址绑定。我们看一下绑定。绑定它要求的是一个 socket address， 跟我们的类型不一样，我们是 socket address in， 那么这两个地址可以相互转换，所以我们强制转换就行了，把它转换成 socket address， IP 地址是 server IP， 绑定服务器嘛，然后长度我直接采用 sizeof 就行了， sizeof是这个 IP 地址的长度 socket address。 哦，关于绑定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个判断，做一个判断，如果等于负一，那就是绑定失败了， print for bind error，然后将 error number 打出来， error number is 100%。 大家还记得这个 error number 呢，其实是一个它的私有数据对吧，每个阶层都有 error number， 名字一样，但是呢它各自有各自的啊，互不影响。绑定完了失败就退出了。绑定完了以后我们是 listen 设置最大链接数，我们 listen 一下，同样是设置的是 socket， 所以 SD 最大链接数我采个100吧，要不我这里边使用一个红定义吧，这样写的比较专业一点。 define 最大链接数我们选一个 max， max 类似100，要不10个吧，先少点，这里边是 max类似，看看有没有写错，应该没错。同样写错了以后需要做些判断，到底有没有设置最大链接数成功。如果它等于负一，那就是 listen error 了， listen error， error number is error number 打出来，方便我们调试，然后返回。接下来还有一步 accept， 就等待客户端的连接。 accept 它会返回一个新的 socket， 所以我还需要一个整形的变量，我就 ad 吧， accept 返回的 socket， ad 等于 accept， 第一个参数是你创建的 socket， 第二个参数是目标地址，它要自动帮你回填的，也需要强制转换。这个函数它默认的类型呢是 socket address， 和我们的类型不一样，这两个地址可以互相转换的，大家记住 remote IP。 然后第三个是长度 remote len，这个长度我需要提前计算一下啊，它会通过长度来帮你回帖的，所以这个长度我需要计算，它等于 size of struct socket address。 好的，如果客户端来了连接以后，它这个 AD就会是一个文件描述符，我同样需要做一下判断啊。文件描述符是不可能小于零的，如果它等于负一呢，失败也是个负一。print for accept error， 同样错码也要打印出来，它是什么情况？
enter。最后哦，如果成功的客户端连接以后，我让客户端给他发一个数据啊，然后这里边服务器我就读一条数据行了，读的是新返回的一个 socket accept 函数呢，会返回一个新的 socket， 服务器和客户端通过新的 socket 来进行数据交换，首先 ID 读到 buffer 里边，然后读多少个，读100个就行了，最后我将这个 buffer 打印出来就行了，看看有没有读到数据。Print for buffer is %s buffer。当然 ，buffer 我需要定义一下，我先不着急 ，close 一下 ，sd。同样的，这个 ad 也是要 close 的，我就 close ad。我来在上面将这个 buffer 定一下，叉 buffer 来100个，来大体的扫一下这个程序，创造了 socket， 然后设置 IP 地址端口绑定，最后设置最大链接数，然后等待客户端的连接，如果成功返回新的 socket， 通过新的 socket 来交换数据。这里边我应该少写了一个操作 close sd。如果 bad 失败了，我应该将 sd 给关闭了啊。写程序呢，这一点需要注意一下，对吧？然后这些地方我都需要 close 一下。增强我们程序的严谨性，省得待会儿犯更低级的错误。目前来说呢，大体的错误还没找到，我先编译执行一下吧。make tcp server 一，好，还真有错，第18行第30行，来看一下第18行，第18行，我这个 struct 少写一个类型 socket address 一类型的数据，再编一下 make 一下32还有58 32，这应该是个 S address， 这是个 A 58，看一下58，少写一个封号，我们来再来测一下 make 一下，没有错了，我来执行一下点杠 tcp server 一，看似没有错误。那么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呢，我从网上扫了一个 TCP 的客户端啊。首先我要测一下我这用的虚拟机，看看和我的主机有没有通信起来。要是没有通信起来，那就惨了。ping192.168.1.220好像是。好的，对了。然后我打开我的这个客户端程序，我从网上下了一个客户端，大家需要我可以给大家传上去。然后我虚拟机的地址是192.168.29，我来连接一下，不成功。看一下哪有错误，它已经启动了。端口是5678，好的。TCP server 一，然后端口是5678，我将弄成8765了，5678，连接一下，好的，连上来了，大家看到了，这是我虚拟机的 IP 229，然后呢，端口5678，我就连上来了。这个程序里面只是简单的读了一下客户端发来的数据，然后将它打印，我发一个数据。大家看到我把这个 HTTP 杠什么发过去了，然后打印出来 buffer 意思这么多，说明我这个服务器创造成功了。那么创造一个 TCP 服务器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这简单的几个步骤：创建 socket、绑定 IP 地址和端口 bind、
绑定 IP 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字节区转换，还有端口、IP 地址的类型等等。第三步设置最大链接数 listen， 第四步 accept。如果它返回一个新的 socket， 那我们就可以去读取或者写这个新的 socket。最后别忘了关闭。